今天去了趟关玉清家，都没来得及去接你。怎么去二姐家了？卖车的事情谈不发现了？哎呦，爸爸妈妈跟姐姐是不是特别生气啊？哎，贝贝，按咱爸的意思，那辆车本来就是给我的，就是关玉清在那矫情，瞎给我搞事情。不过贝贝，今儿我。 特别仗脸，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，我大声的说，这辆车是贝贝用私房钱给我买的，关玉清都听傻了。行了，老公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总是跟你二姐瞎置气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开车，不准辜负我一片心。好好好，知道了啊。嗯，保证啊。反正我也不想再看我二姐的那个臭脸。 全都是我的错，我对不起你们的信任，辜负了你们对我的照顾。10万块钱呐、啊！ 整整10万块钱呀、啊！贝贝真敢给你，你还真敢要？振雷啊，哎，你这吃软饭，你都吃到我闺女头上来了！哎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哎，行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李贝，你看看，你找的这是什么男人啊？ 咱们全家上阵才给他弄了1辆车，半个月就让他给卖了。哎，关振雷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你想一辈子混吃混喝，让我们家李贝养你吗？哎呀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振雷是一时冲动，他才卖了车。不过，他卖车完全是为了我，真的，真的。妈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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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他真的是为了我才卖车的，就是为了能够早点跟我求婚，给我买了戒指。这个戒指值多少钱？10万。10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你说你月收入不到1万，你也敢买10万块钱的戒指送给你女朋友？你说你是爷呀，你是呆呀，你呀？俩傻子碰一块了。哎呦！ 妈，爸，这膝盖受过伤，他受不了的，唱的都抖了。哎呀，别动了。嗯，没事。只要爸妈能消气，我蹲一晚上，我都开心。哎，不疼了。咱俩养这闺女啊，算是没救了。你说辛辛苦苦攒了10万块钱，她不孝敬自己父母，全贴给这小子了。 哎呀，心疼死我了，心疼死我了，不行不行，出去透透气儿，走走走，哎呦，哎呦，走走走，我绝对不起来啊！哎呦，慢点慢点，哎，怎么样？平常确实都断，哼，你还开玩笑呢？哎呦，你说这孩子真是个死心眼子。
咱为他操多少心都没有用啊！哎呀，确实好看。哎呀，再好看，怎么样？我这震雷对贝贝是真上心，宁可倾家荡产，也要给他买钻石，哪像我呀，一辈子。 只戴过地摊货，没混上一个波灵波灵的大钻戒。哎呦，你说你们就是头发长见识短。哎，你们能不能活得现实一点？这东西再贵，它不就是一破石头吗？石头，你给我买过吗？我怎么没给你买？你这一脸抠门样！我怎么抠门了？我给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？你不抠门吗？啊，你不抠门吗？哎，你说过这雷的，你怎么又抽我头上来了？怎么了？你不该说吗？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假的还这么小，假的还这么小。假的不也一样戴吗？哎，你给我买过什么呀？ 上次我要买双皮鞋，扒出来捡你送我说谎。男人，你说不准雷的，你说不准我说谎，我忍你十五年都打不过。这个我从不。二百块钱，二百块钱都太贵了，你干嘛不值二百块钱？我怎么就不值二百块钱了？真的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哪个？那儿。转一转，你爸妈看的太紧了，太紧了啊！转一转，赶紧让我多亲我肉。亲什么呀？赶紧腿抖了。 树叶上面，树叶子上面有什么呀？有星星。哦，星星怎么了？我要星星。全都属于你了。哎<笑>，给我唱首歌。 这款再改一下，嗯。乔乔，来。嗯。什么事儿，二哥？ 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拿着，给你爸看病用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再说了，我爸的病是场持久战。心意我领了，我会再另想办法的。你听我说，既然你管我叫声哥，那这事儿我就管定了。而且我不能看着你就因为钱你就跟你小五搞得不清不楚的，是不是？你听哥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拿着啊。 看病要紧，拿着。谢谢你啊，志军哥，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你这么有本事，还这么善良，没想到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完美的男人。嗨，完美谈不上。 谢谢。嗯，忙去吧。那我去忙了。密码我微信发你。谢谢。
哎呦，等了好久吧？没有很久。再说等你也是件很幸福的事。你是我见到的最甜的女生。哎，要不跟家里人说一声，咱们出去吃吧？好啊，那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嗯， 小区了吗？从医院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应该到了吧？儿子，到楼下了吗？哦，对了，那个我爸今天说他包了饺子，如果我不回去吃的话，他肯定要不高兴了。要不然我们改天再去吧。而且我这拿着行李又穿的这身衣服，有点不方便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吧。嗯。妈，您坐这儿干嘛呀？徐庆芳，你什么意思？妈，要我再跟您说一遍吗？我跟雨晴在谈恋爱，我喜欢她，我们是认真的。阿姨，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份感情，希望您能理解。 那很好啊，恋爱自由，不接触接触，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呢？彼此有感觉，想恋爱，我理解，也支持。什么？ 你说，他居然有胆量跟他妈当面挑明，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徐医生，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的伟岸了。啊！当时我也挺意外的啊。不过说实话，特别不高兴。够爷们儿，做男人嘛就得有魄力，敢做敢当。你这选的没错。不过呢。 他妈会这么轻易的让你过关吗？其实我心里也挺愁这事儿的，你是不知道。当时徐阿姨听到金峰这么说以后，光脸就变了好几个颜色。不过到最后倒是慈眉善目的，但是她越对我温柔，我的心里直打鼓啊。这不是一般的女人呐，这是守住我儿子的心，24小时上岗的。那你说？ 我以后该怎么办啊？我怎么才能让他妈接受我呀？哎呦，这还不简单？把他妈约出来，请他吃个饭，再带他到商场买点东西，讨好他的欢心。咱们呢，先把管子缓和下来，然后再步步推进。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个人条件再优秀，只要你打定主意单身。 无所谓，如果你想结婚，讨婆婆欢心这一关啊，你是必须得过的。哎，就算她婆婆再难搞，你都得硬着头皮往上凑。哎呀，就如果她不点头的话，你俩休想甜甜蜜蜜，知道吗？可是，请她妈吃饭、逛街，不是我又不知道徐阿姨喜欢什么，我再别弄错了。 亏你还是个机长，跟机长有什么关系啊？高院长啊，这种事情啊，就是原配最清楚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小妹子，太笨了，回去补补脑子去，脑子不会拐弯。谁像你？哎，洗澡去了啊，等我一会儿啊。 你想请秀兰吃饭？是啊，所以我才来求救你啊。
你能想到主动跟秀兰沟通，我真的很高兴啊。雨晴啊，你真的是很在乎清风啊。哎，您就别笑我了，那感情本来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事情嘛。嗯，说说秀兰阿姨吧，她喜欢吃什么呀？我看她特别愿意煲汤，那有什么餐厅可以推荐吗？其实秀兰不爱喝汤。不可能啊，那总是煲很多的汤然后给清风喝啊。那是因为我呀，我祖籍广东，我爱喝汤，所以秀兰就变成了煲汤的专家。那你以前也太幸福了吧。那他自己喜欢吃什么？他是山西人，喜欢吃面。吃面？嗯，我们谈恋爱的那几年，我经常陪他去吃刀削面。他不但爱吃面，还喜欢往面里加很多辣椒和醋。面，辣椒和醋，我心里有底了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怎么还看电视呢？快着快着到点了，快着换衣服，这两套看你喜欢哪个啊？哎，你看我穿的今天穿怎么样？不就吃顿饭吗？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？你看你。挑一件吧，来来，挑一个。行行行，你消停会儿行不行？咱们家又不是菜，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对门那个大碉堡挑挑拣拣，我有病啊我。这齐秀兰是不好对付，要不然他这儿子还不早结婚了，还轮到你拥有梦想中的小女婿。再说了，徐大夫当着他妈的面啊，明确表示喜欢咱们家雨晴。这叫够给面的，你就别再计较了啊，小朋友。我可告诉你，今天是雨晴费了半天劲才传的局，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掉链子，听见没？我告诉你，为了我闺女，我就最后忍着这一回。哎，快点吧。哪套？红的吗？辟邪。快点快点啊，哎，行了，关了啊。哎呀，看着不错啊，挺上档次的。妈，这是雨晴特意为您选的地儿，她已经在里边等了。她应该等啊，这才有个尊重长辈的意思。妈，今天只是吃饭，不是考试啊。行，我心里有数。爸爸，俊雷啊，妈得嘱咐你一下，上次警察来带你回家，人家徐阿姨可看见了。今天在桌上好好表现，多吃少说话啊。你说怪你那搞什么呀？自己嫁不出去，上赶着拍男方马屁，还拖着全家一块儿。这老官家脸都给他拍没了。哎，你们来是吃饭的，不是捣乱的啊。啊，就是阿鼻。嗯，宝宝就想陪你吃饭饭嘛。那个乖啊，宝贝儿跟着爸比。咱们请客还看人家脸色。就是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今天也要多吃少说话。今天是人家雨晴的大日子，虽说一起过过节，实际上是跟会亲家没什么区别。就你这脾气，为了雨晴，忍着点吧。我天天忍着他，快成女霸王了他都。就是。应月轩。阿姨你好，好好来了。好啊。哎，你爸爸妈妈呢？我以为他们会先到呢。啊，他们已经到楼下了，马上就上来。阿姨，听说您爱吃面，所以特意选了这儿。您快坐吧。听说我爱吃面？啊，听谁说的呀？听我说的，我当然知道妈最爱吃面了。行啊，我的儿子没白疼啊。哎，阿姨，喂，大姐，喝是吧？哎，阿姨，路上没堵车吧？还行，我儿子送我过来的。别站着坐呀，坐坐吧，来来来，你挨着阿姨坐呗。啊，你们也坐吧。嗯。哎，郑雷，来。跟姐坐这儿，帮姐姐张罗一下啊。那点菜吧，我们对晋菜不是特熟。来，您来点，您来点。阿姨，
这家呀、是正宗的山西菜，他们家的刀削面、陈酿老陈醋，还有那个辣酱都特别的好。啊、是吗？那还不错。那谢谢我看看啊。哎呦，呀，糖醋鱼、够油肉、定向蒸肉，哎呦，平阳牛肉，哟，还有油面烤姥姥嘛，好啊！啊，对了，秦风妈妈，秦还带了山图的红酒了啊，震雷啊，你把它拿过来，一会儿我们吃菜的时候尝尝，口感不错呢。哎，服务员，点菜。服务员，赶紧点菜吧，磨不起什么呢，磨磨。今天邀请大家聚在这儿，是我跟雨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我们俩已经正式交往了。这事儿妈、关叔叔都知道了，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表个态。我们俩是以结婚为目的谈恋爱的，希望能得到家人的祝福。我们家没意见啊，就看你妈妈这边。对，秦风妈。那站着干嘛？坐下吧。既然两个人互相喜欢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儿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什么？一个婚姻呢牵扯到两个家庭，有些丑话要说到前面，这样呢为两个孩子以后幸福的路扫清障碍，我觉得你们也不会反对吧。哈，啊，那个徐妈妈，你看您有什么话，咱就打着灯笼，串亲戚，咱明来明去，你不用绕弯子，好吧？行，那我直说，如果说我们娶媳妇儿连带着养小舅子，这个我可不答应。既然呢是以结婚为目的，那我觉得你们官家应该立个字据，以后雨晴呢对他弟弟不投入任何资金和物质的帮助，那我就同意雨晴跟我儿子谈恋爱。妈，您这啊，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既然都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觉得你们应该写个承诺书，白纸黑字儿。再找个律师公证一下，将来以后谁也不要反口不认。您这人有点意思啊，我们官家的事儿，您外人怎么还能指手画脚呢？跟您有什么关系吗？以前没关系，但是如果结了婚，那关系可就大了。我做调解员这么多年，就你们这种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我太清楚了，尤其是姐弟两个人的，姐姐一嫁人，那么男方就要连娘家和小弟弟一家人都要养。如果说弟弟三观正还好说，如果三观不正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那这一辈子就赖你身上了。侮辱谁呢？这是，这是我亲姐，我花我亲姐的钱怎么了？管得着？坐下，真有意思。进来。结了婚呢，那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了。我觉得啊，不要说你二姐的钱，就是未来你二姐夫的钱你也不会放过，对吗？娶妻不娶伏地魔，我辛辛苦苦培养的这么优秀的一儿子，我不能眼瞅着他一头扎在泥潭里，是吧？如果说这个事儿不能达成共识的话，这门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。等会儿谁家是泥潭啊？我想问一下，您爱同意不同意，这俩人还没怎么着呢就把胳膊肘伸我们家来扎搅和。爸，这我就不该来，这整个一家庭破坏局，这就。好好，如果说这事儿谈不拢的话，那他们的事儿，那就算了。今天咱们两家人坐在一起，好好的吃一顿饭，好聚好散。别，哎，那个，青总嘛，他是小孩子，说话，哎，
说了不算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关震雷说了不算，我说了算呐。这个一家人在一块儿啊，就要团结一心，互帮互助，这是我们关家的规矩。姐姐帮弟弟，这有什么错吗？那个徐妈妈，我就问您一句吧，一家人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？咱们都是至亲的骨肉，这个钱，它就是用来花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说，给家里人花一点，这有什么呀？这个，关永年，你扪心自问，他对你们只是用一点儿吗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不明事理的爹，才会有这样不成器的儿子，连带着闺女都嫁不出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家好自为之吧。妈，哟，徐伯伯，您的意见说完了，也听听我们的吧。听听孩子的，来坐吧。妈，我知道您是想心疼儿子，但既然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彼此又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方式，就一定会有分歧。如果不能相互理解，不去面对，不去解决，就全盘否定一个人，那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。爸，我也有话要说，请你放心，以前我帮振伟，以后我还会帮的，只不过不是按您的方式，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也有我自己的底线，阿姨有些话说的也没错。振雷，所有人帮你都是一时的，未来的路还是要靠你自己。我不接受任何不平等的条约，所以爸你要理解。阿姨，你放心吧。妈，关叔叔、刘阿姨、大姐，还有振雷，我是真心喜欢雨晴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强烈的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，所以不管以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俩都会共同面对，请你们相信我们。好，来，我们俩敬所有的家人，你们是我们的至亲，是我们最在意的人。我们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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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。谢谢阿姨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清风，我们会幸福的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就放心的把雨晴交给我吧。为了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时刻，咱们干一杯吧。哎，好，对，来，好，来，阿姨，阿姨，来，阿姨。多菜你没吃饱啊？今天这顿饭就是跟我妈要表明态度嘛，可能真吃饱了。嗯。哎，你放那儿，我炒。没事儿，我炒一样。你是大机长，你的手很金贵的。那你外科一把刀，手就不金贵了？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孔雀城。哎，怎么？啊。
上油了。来来来，快快。哎，有用啊！来来来，赶紧上药。哎，没事儿。别忙活了，没事儿的。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不是拿水冲过了吗？就可以了。那也得涂药。多亏我这有这烫伤膏。好了，等一下。好了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算什么呀？你以前什么样我不管，但我们俩在一起以后，我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怎么这么会说话呀？以前那个钢铁直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？谁让你这么晚出现啊？你早点认识我，这样的话我早会说。好了，就没事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妈爱吃山西菜啊？我去问高院长了，他跟我说的。真的没想到，过了那么多年，他记着你妈所有的喜好，真的很感动。谢谢你这么用心。今天在饭桌上。虽然你妈妈跟我们达成一致了，但我总想，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一下子就改变的，所以我们要打的硬仗还多着呢。他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在一起。我都饿死了。马上，你在这歇着啊。试试，泡完脚、刷完牙，咱就睡觉了啊！试试试试。哎呦呵！哎呦，我让你试试，你这干嘛？来来来，添水添水。等会儿，这回差不多了。好。你说你琢磨什么呢？这没魂了似的。你说我琢磨什么呢？还不是担心雨晴吗？哎，雨晴不会那么狠心，真就不管他弟弟了吧？你还真是老糊涂了，还是怎么着？振雷把雨晴的车卖了。人家连半个不字都没有，他呀都是气这个弟弟不肯吃苦。咱家姑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，家里谁遇到困难，他不是都帮着吗？他就是不想纵容这个弟弟，动不动什么都向家里伸手要钱。哎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宝的事儿，雨晴还是会帮忙，是吧？你还听话，真会听重点呀你。老头子，虽说清风他妈说话是狠了点儿，不中听，可是人家句句在理。我也是当妈的，哎呀，我能理解他的心情，那都是里外里的怕自己的孩子吃亏。反正咱家这震雷惯的是不太像样子，你要是心软不肯下手，你就别拦着了，让雨晴好好的教育。行。只要他这当姐姐的心里边还有这个弟弟，别的我都支持。你呀，收拾好了。那我走了啊，你早点休息。我送你。这么近还送啊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吃自嗨锅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这几天吃自嗨锅都吃嗨了，都吃出自己的 style 来了。嗯，你做之前，往里放两块 cheese， 太好吃了，一会儿你尝尝啊。真的假的？别吃米饭了，一，你站那儿。哎，站那儿，别介。你这几天你特别不对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不对劲了？我现在不应该叫你徐清风，我应该叫你徐春风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，他这几天笑的，比他过去五年笑的都多。你看，都掩饰不住的，你笑的就跟春天的花儿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最近的事，哎，留下，我还有手术，你们慢慢吃。走了啊，林姐。他谈恋爱了，跟关机长。咱们俩。下午的辅导课还上不上啊？拿不上。哎，上。嗯。哎，快，好了，来。真行吗？给你办一办。嗯。哎，你小心一点儿。没事儿，这瓶口是特殊设计的，你就是把水瓶放倒了，它也不洒。挺老一惊一乍，这水好啊，适合你运动时候喝。还运动呢，现在都要累死了，我宁愿天天跟孙总出去应酬。那也要遇到苏总那样的客户才行啊，帅气多金，有绅士风度。虽然上次加了苏总微信，但是我一直不敢跟他说话，上次一别再没动静。嗯，上回苏总回你什么？很高兴认识你呢。一样。再次感谢苏总啊！谢谢老孙，赶紧回吧。哎，苏总给你们回的是很高兴认识啊。对呀。难道你不是吗？是，我当然是了。小贝啊，把手里的工作和麦给交接一下。为什么啊，老板？以后你负责苏总的项目，一年的 KPI 不愁了。可是苏总的项目不是一直都是 Jacky 在跟进吗？苏总指明要你跟进他的项目，提成多，难道这不好吗？和你说多少回了，以后少吃点盒饭，吃点好的我给你报销。谢谢老板。老板对你可真好。今天就安排了两台，高院长。两台啊，嗯，都很顺利的。顺利的。大姐，你说这个术后的清理，哎，一定要非常细致的。您放心。高院长，您吃过午饭了吗？啊，我吃过了，我刚吃过。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啊？要不咱们这边说。哦，好。哦，哎。高院长，哎，前两天我妈跟雨晴的爸妈，我们两家一块吃了顿饭。两边的家长都同意我们俩正式谈恋爱了。太好了，雨晴的确是个好姑娘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她啊。不会的，听雨晴说是您推荐的。是啊，你妈妈虽然说这么多年没在一起，但是她喜欢吃的东西，我相信她不会是再往哪儿变了啊。谢谢您。别客气，好好工作啊。哎，雨晴啊。喂，你干嘛呢？我刚下手术，今天可以按时下班。我也马上到市区，
要不然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好啊，我现在就买票，咱们7:30太古里广场见吧。怎么了，贾飞？又是703，快过去。怎么了？有个患者我要处理一下，电影可能看不成了。哦哦，你快去，你快去。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，刚扎好的针又给拔了。怎么了？徐大夫，王小燕又不肯打针。王小燕，王慧乔，怎么又闹情绪了？我鼻子都肿成这样了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我不想活了，你们谁都别救我。我呢，有个同学是九院的整形专家，他最擅长做鼻子，我可以帮你联系他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但你必须先答应我好好接受治疗。好，大夫，我听你的，但是你别忘了跟他说，我要做鼻窦核修复。好，我一定转达给他。来吧。来吧，妈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肚子饿不饿？你妈上你姐那儿去了。哦。哎，对了，我还要问你呢，今儿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我今天又不飞，那正常下班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不去约会去？本来我们俩是准备去看电影的，那突然他要做手术，那救死扶伤是大事儿啊，我们这种小情小爱就可以放一放了吧。